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一节，那是芬芳的王希律听起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车英讲：“这个是施洗的约翰对死人割活，所以这官灵对伊的内面显出，起先希律为伊的兄弟腓力的母希律底的缘故，有抓约翰关落家，因为约翰捌对伊讲：你娶这个妇人人是无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伊，独独惊百姓，因为因抓约翰做先知。那日到希律的生日，希律底的查某囝在众人的面前跳舞，来让希律欢喜。希律就咒诅，应允要照伊所求的给伊。查某囝给老母所西郎，就讲，请将惊死的约翰的头壳抵伫盘里，捧来给我。王真忧闷，总是因为伊所咒诅的，佮因为当道的人伫地。就命令予伊，对安尼找人去，伫家内杀约翰，将头壳抵伫盘里，放来予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捧去予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来将尸体领去埋葬，就去甲耶稣讲。十三节，耶稣听去，就上船对遐。家己退去旷野，众人听去，就对这个城步行对伊。耶稣出去，看到规大阵的人，就怜悯因，医好因中间有病的人。天要暗的时，门徒上近伊讲：这是旷野，已经真暗了，请予众人四散，因通去村庄。家己要吃的。十六节，耶稣讲：“因唔免去，恁予因吃。”门徒讲：“阮伫遮，干那有五个饼，两尾鱼。”耶稣讲：“摕来予我。”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坡，就摕这五个饼，两尾鱼，仰天来祝谢，八饼交予门徒。门徒搁摕予众人，因拢食，搁食够饱，将所剩的零碎啊捡起来，装满十二个篮。食的人除了妇女、囡仔以外，约有五千。第二节，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，大声过去那边，然后伊叫众人四散，四散众人了后。伊就家己上山去祈祷，到了暗时，只有伊一个人伫遐。彼时船伫海中，因为对头风，予影摇抓，明是四更天。耶稣伫海面行，要去门徒遐。门徒看到伊伫海面行，就起惊，讲是鬼怪，因为惊。就后叫耶稣随时对因讲：“恁安心，是我，唔免惊。”彼得讲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对水面行到你遐。”耶稣讲：“你来。”彼得就对船顶落去，伫水面行，要到耶稣遐，但因为看起风真大，就惊。得要沉落去，就哀求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牵伊，讲：“你这个小心的人啊，是安怎摇伊啊？”因上船，风就停。伫船顶的人拢拜伊讲：“你真正是神的囝。”三十四节，因已经过海。来到格尼撒勒地，遐个人捌耶稣，就找人去周围的所在，将所有的病人
带到伊遐，只求耶稣准因摸伊的三支的手，摸到的人就拢好了。